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们练习唱歌的时候，我们会用到意大利语里面的五个元音字母，又叫母音。啊、哎、一、哦、五、啊、哎、一、哦、五，我们可以用这五个元音字母来练唱。啊、哎、一、哦、五，用这五个元音字母来练唱。那其中第二个 R A A 怎么念呢？比如说，我们可以用另外几个中文字来代替，就是蜂窝煤，蜂窝煤啊，蜂窝煤，用这几个字来代替 R A E O 五啊，大家去尝试一下。